这两天我们断更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放暑假了，我带我们家娜姐出去 happy 了，去看了电影《消失的她》，好不好看？嗯、好看。看完之后有什么感受？她说男的都是坏东西。然后还带她去了全球最大的商场梦时代里面的梦乐园，就是室内游乐园，对不对？玩的。俗称室内欢乐谷。哎，玩的什么海盗船呐、啊？人家叫蝴蝶船。大摆锤呀、啊。结果呢，把我给玩吐了，你就不愿意玩了。对，小辣子玩了好多遍 ，happy 了这么多天，是不是该写那个暑假作业啦？不写。你的作业我还不知道是啥了，拿去我看看。我不知道我放哪儿了。你连作业都不知道放哪里了？你说你，你说你，藏到这个缝里面，这不是的吗？我们来看看有啥作业哈，都找出来没有？找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有多少作业哈。啊，这个是地理，还有声那个音乐。哦，地理音乐还有作业啊？二选一，一个是小小旅游规划师，一个是为澳大利亚生物园介绍词。哦，这个是实践作业。然后，这三个是都要选一个的，秀一段舞蹈，唱一首自己的歌，喜欢歌，掌握一门乐曲。好吧。然后这个是物理的，这个是做实验，啊，回答问题，然后也是做实验。也是二选一吗？两个都要做哦， oh. 然后这个是数学的这些作业，什么作业？这个吗？对，这个本子，就这一本吗？这一本全部做完，这么薄一本本啊？这不薄吗？这不薄吗？然后这英语的每日听力，然后还有这个看、要看纪录片哦，这个是英语的，也是这么薄的，然后还要写这个百科知识卡和英语注解书，还有这个看那个新闻两篇。跟你说，天气一报特别磕碜，就是每天晚上7点钟报，第二天天气预报，每天一个人，然后就顺着报，哦，轮回，哦，这样顺着报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读的、写的、探究的，就是二选一。这边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学科实践活动，生物实践活动。这个是劳动的，就是为在自己家设计一日菜谱，还要做饭。哦，这个是要做饭。Oh. 每天学一下做饭，然后这个是换制作那个模型，还有种种子。我感觉你们的作业好少啊，但是种类还挺多了。还有吗？这不是刚刚说了吗？说了。没有啦，就这一点点作业，好爽啊！两个月就这么一点点作业。就这一点点。对呀、啊，就是一点点啦、啊。一点。你知道别人有多少作业吗？待会儿去看看别人有多少作业哈。好，我们去小狮子家问他多少作业。赶紧写啊！从今天开始写啊！哎，从7月10号开始写。我说今天就今天。我说明天就明天。别跟我讲条件啊！